好的，欢迎回到 Guess 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这个 Deluxe Dire Wolf 絶命ライズキ サーバルタイガー絶命ライズキ。没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Zero One 的外传里面登场的假面骑士巴鲁坎还有巴鲁基里的升级密钥外传的特别形态啊。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外包装，正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背面。那么外包装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先来把它打开，看看本体表现如何吧。那么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物一共就只有这么多，两个密钥的本体，一个突击握把啊，这个突击握把呢跟之前通贩的版本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两张说明书啊，一个是玩法说明，另外一张呢是台词说明。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密钥的更加具体的玩法呢，可以扫说明书上面的这一段二维码啊，就会得到一个彩色的比较详细的说明书。来看到密钥本体，首先呢先从这个 Dire Wolf 来看起好了。整体呢用的是一个蓝色的透明键，然后所有的按钮部分都是用的红色。转到背面来可以看到绝缘条还有里面的一些电路板的细节啊。绝缘条拔掉，密钥展开，可以发现它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 Azalea Wolf 的换色而已啊。然后这里面的话呢，黑色这一块应该是塑料的成型色啊，但是是做了一个分件。脸上呢红色条纹是涂装啊，眼睛部分呢也是一个单独的分件。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换色产品啊，所以它所有的按钮机构呢都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突击野狼啊是一样的。这边突击握把呢也是一样的啊，可以直接进行这个插拔。要拔掉的话呢，就后面两个解锁按钮按住。就取下来了，然后这边是巴鲁基里的萨巴鲁泰嘎，这两个密钥呢，因为都是这个 Zetsumeski 啊，所以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就都是黑色。转到后面来，依然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然后绝缘条拔掉，打开。整个造型呢跟以前的这个 Proglaski 都是一样的，周围呢也没有什么新增的按钮，就只有上面的一个还有侧面的啊这两个跟腰带联动的按钮，跟之前发售的那些完结纪念套装还有番外篇的套装一样啊。这两个密钥呢依然是有一个普通模式还有一个剧中模式给大家选择。刚刚把绝缘条拔掉之后呢，它就直接进入的是一个普通模式。那么因为只有一个按钮啊，我们就按按看。在不加装这个危险扳机的情况下呢，危险扳机，在不加装这个危险握把的时候呢，危险握把，在不加装这个突击握把的情况下呢，你单点它就只有这两个音效啊，然后我们长按它的话呢，啊，单点是正常的两个音效，然后长按的话呢，就是一个 Zetsumeki Key 的音效，把这个握把加装上去。加装上去之后呢，我们再去按它。它呢就会响这边说明书上的23句台词。这个的话呢，你按上面的这个按钮和下面的按钮都是一样的啊。在加装了突击握把之后呢，长按啊钥匙上面的这个按钮就是切换模式。想完这句之后呢，就是进入了剧中模式。这个时候变身音效呢会变成剧中的音效，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来听。进入剧中模式之后呢，还是会想台词，只不过这个台词的顺序呢会稍微有一些变化。再次长按变回普通模式。好啊，单体游玩就这么多，我们直接来把它跟腰带来进行一下联动。这边呢再顺便演示一下，最近几年的这个 DX 腰带呢都是可以通用的，就像我直接把这个 Levi's 换到这个 Zero One Driver 上面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首先是通常模式啊，我们把这个突击握把给取下来，来听一下在不装着突击握把的情况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效。变身之后呢，按上面的按钮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是必杀。顺带一提啊，在触发这个变身待机音的时候呢，
你去按它上面的这个按钮是会有变身的台词的。然后也顺便跟狼枪进行一下联动啊。必杀。音效也是有正常收录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突击握把给它装上。再来听一下变身音效。变身完成之后呢，我们去按一下这个密钥上面的按钮。它呢就会按照顺序啊响下面的这五句台词，然后我们按握把上的这个按钮来试一试。必杀带金。当然你直接推的话呢也是会有必杀触发的。好，然后来听一下跟狼枪的联动。这边的话变身完成之后按这颗按钮就是必杀带金，如果按这边呢，啊，触发的必杀带金是不一样的哦。虽然必杀带金音不一样，但是必杀音效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通常模式的玩法，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剧中模式玩法，直接长按密钥上面的这颗按钮。可以听到这个变身的音效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了。变身完成之后呢，按密钥这边的这颗按钮，然后是必杀技。带金音还是一样的。
可以听到这个必杀技的音效也是会有变化的。然后在特殊模式下跟狼枪进行一下联动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音效。特殊模式下跟狼枪联动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新的音效啊。放到一边去，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 Sabar的 Taiga， 依然还是啊有剧中模式和通常模式两个模式。我们先来听一下通常模式。可以看到这边啊，台词收录呢一共是22句，那么剧中呢是用这边的手托莱扎进行变身的，我们也就先来用手托莱扎来玩一下啊。待机状态下呢，按上面的按钮依然是会有变身的音效。变身完成之后呢，按上面的这个按钮是必杀技。然后如果插到腰带上面去的话呢，就会是骑士踢嘛。就是这样的感觉。变身完成之后呢，长按上面的这颗按钮，一共呢就会响这两句台词。任姐这边待遇会比不破稍微差一点哦。好，然后来跟 Zero One Driver 联动，听一下音效啊。这个音效的话呢，剧中应该是没有出现过的。在泽罗万多莱巴这边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触发这个台词了，必杀。好，这个是通常模式，我们再来听一下剧中模式啊，依然还是长按上面这颗按钮。依然还是想这边说明书里面的台词啊，只不过在剧中模式里面呢是不会有第二句和第三句的这个音效的，来变身试试看。必杀技。然后查案的话呢，依然是两句台词。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呢，再来跟 Zero One Driver 联动一下。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次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隐藏玩法了，整体来说嘛，这两只密钥表现呢都不算差啊，都是一个正常台词收录密钥该有的水平，所以如果有特别喜欢这一部外传的朋友的话是可以考虑购买的。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我是 Guess， 我们下一期再见。